我通天地神灵，有灾有难我未卜先知，你这跟我胡说八道，来啊，把这妖道给我绑了。哎，不灵不，别，大师，如果执意不肯接受贫道相助，那也是大师命中定数，只是恳请大师将那箱子移出。待贫道看来，大师，箱子现在在东院，带血一定要搬走，不然的话，别说是大师，就恐怕整个院落都将被血水淹没。什么？带血的箱子？此物长约七尺，杨木制成，藏污纳垢，最不易放在家中，尤其带血，乃不吉之物。请问大师，此物可是一个远方的贵客从远处带来的呀？大师不语，待贫道看看。此人位高权重，似乎是从京城而来，大约两人，一高一矮，一胖一瘦，一年长一年轻。大师啊，不知贫道看得对不对啊？大师又不语，待贫道再次看看。箱中原有一物啊，还好是死的。活的。哎呀，无量佛无量佛无量佛，向大师平日广结善缘，也交了些个朋友，怎能经此血光之灾呀？无量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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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大师啊，生死有命，富贵在天，贫道即便有心相助，他也无力回天呐，就此作罢，作罢。无量佛，来来，带我走，带我走。嘿，等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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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什么带血的箱子？什么贵客？什么官高权重？是死是活的？我怎么一点也听不懂啊？